享给我们现场的朋友。好的，对，虽然可能有破那个破音的疑虑啊，不过应该是 OK 啦。一千万次悲伤，那它只有一万次而已。那你打一千万次悲伤是怎样？我个人比较优柔寡断，郁郁寡欢。我想说，他不是说一万次吗？为什么上面是翻开是一千万次？我都看比兄弟实在没晒哦。我想要走那个苦行路线，所以就多了千万。OK， 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这答案你满意？我会跳给他听，真的很喜欢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这一首一千万的一万次，掌声鼓励。
悲伤的一首非常好听而且励志的歌曲来跟。